同威其实在这个过程看到非常认真，那当然作为他的朋友，只要在工作之余会帮忙，会全力以赴，让同威把他的理想能够带到立法院去，大家一起合法做改革。市长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选2024？因为赵少康他原本一直说要选总统，现在他说有更适合的，他也会支持。这个人是不是郭台铭还是你？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，那我明天给大家报告一个好事情，我明年就职，所以我就职以后我会努力，然后啊，把握当下已经差不多，就像同威现在在变立委，赶快好好努力，好，那支持现阶段的工作做好。每一个人关心公共议题都值得肯定，对新北市来说，我们要把和安好好的把关，这是我们市长的工作。尤其我当和安监理的各个高级人，花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更关心的是何惠亮，何惠亮讲那么多年怎么处理啊？中央政府之外哪些新办法，不能保持何惠亮搬上新北市，这是我们新北市市民相关期待。那这个侯威姐这边有跟你请益过吗？那侯威姐因为这边吴怡农一直攻击说他拿不出可行的方案，那何二何三场研议提出来有什么用？侯威他有很好的论点，对我们来讲，我还是希望中央赶快把我的侯威亮处理好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。那现在民进党一直攻击侯威姐，还有林益华就是绕跑，市长怎么看？这两个都是我看到的。最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事的好立委，好立委，尤其像益华也跟我服侍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能力真的很强，他能够为台北市跟侯威一样为台北市做事，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。尤其两位在台北市做事，我在新北市做事，未来的双北合作，不管在中央的立委或是在地方的市台北市的副市长，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合作，只要愿意为这一块土地多做的事情，在哪一个角色里面好好的办得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核三厂的演绎啊，它是一个就是跨界非常多领域的。那么我特别提出，早上我也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看到日本啊也在启动就是核电厂演绎的一个计划跟准备。那么像日本的首相他大概准备在明年的2月份就要跟国会报告，那么所以当我进入立法院之后，我也一定会跟侯市长，其实不要忘记哦，核三厂是在屏东县哈，我想相关的地方县市的首长他们一定会关心核安的问题哦，这点本来就应该哦要听他们的意见，所以呢大家放心，我进入立法院之后，多方我都会多多请益。在林森社区这个平安夜的夜蛋趴，他很开心我能够来参加。新北办的夜蛋城办了这么多人去，那其实很重要的社区的平安夜蛋节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今天是用开心的心情来跟侯威站在一起。因为侯威在台北市当议员，我一直长期的了解他对这一块土地的爱。王侯威亮相，王侯威亮相，王侯威亮相，都在都在都在。